仰着大家的支持，我代表檀乡的乡亲们来敬大家一杯，来干杯！大家千万别客气哦，来的都是客嘛。你就是记不住，手指头又泡在汤里了。嘿嘿，注意点，快点上去。乡长，大家吃着喝着啊！乡长，吃着喝着啊！乡长，外边又来了几车参观的，真的？哎，还得加上三桌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样吧，你告诉荷花，让他把晚饭的肉先用上。什么？中午四桌变成六桌，这又要加三桌，不乱套才怪呢。喂，火大点儿，盘子！火！哎呦，你怎么搞的？哎，不生，哎呀，不能泼水！胖妹儿，快撤火！哎呀妈，烫死人了！来啦，锅巴肉片儿。哎，大家吃着来，吃着。错了，是这桌的，是我怪谁？活该！什么？弟兄们，吃！活该！白不吃，这行！走来，再拿过来！哎，我说小子，你吃了先肚子疼啊！我就是吃石头瓦块也能消化，我要你吐出来！哎！好了，行了，请坐下，请坐下。太不像话！我们的错，马上给大家补一份锅巴肉片来，快补一份！哎，大家都是客人嘛，马上给大家补一份锅巴肉片来。来了。哎，红烧肉、盐煎肉，啊，请。我不吃猪肉。哎，说话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说过两回了，为什么还送猪肉来侮辱我？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啊，求原谅，赶快重新做一份，快。哎，好。来，请抽支烟。哦，不会。哎，请稍等啊。乡长，你要是再不找个精明点的管理员啊，还得乱套。是啊，刚才赵局长打电话来问，你为什么没到区里去开会？哎呀。老天爷，真是忙昏头了，又得挨顿训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说乱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接待外宾嘛？哎，那你就去找一个专职的管理员嘛。我不是没有想过，对不对？可往哪儿找这个管理员呢？可你总得想个办法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一个。谁？肖旺发。让我当食堂管理员？这管理员嘛，排在妇女主任的后头。算是第八把手。涪陵乡广播站现在广播，寻找水流启示。本乡六组乡民李二狗家，一条水流于今天早上走时，水流高一米二左右，起长有2米3厘。乡长，哦，我来了。旺发，来。严总经理，这就是旺发同志，肖旺发，坐吧。啊，好。
王彭同志，严总经理，你好，早就听说你的先进事迹了啊！过奖过奖，来来来，坐下谈啊，坐坐坐，坐下坐下。严总经理百忙中到我们乡视察工作，你呀、啊、就把驻边工艺社的情况向总经理汇报汇报啊。好，我们这个驻边工艺社从去年开办以来，经济效益还可以。每户一年能增加700-800元的收入，哦，这个竹编工艺品啊，不错，质量要求非常的高，特别是，啊，你们谈，我去去就来啊，啊，好，特别是出口产品，用料非常讲究，哦，老乔，黄主任，哎，啊，严总经理呢？啊，在楼上，听肖旺发汇报呢。哦，哎，哎，你跟他交代了一下没有？到时候他会不会，啊？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向发脑袋瓜灵得很，什么事儿经他一说，保准活灵活现。我在县里多次接待过严总经理，他只是第一次来你们乡啊。主任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力款待的。好。哎，你是他的老部下了，他喜欢吃什么呀？溜肝尖和鱼香肉丝儿。哦，这容易，我已经派人到镇上买肉买猪肝去了。怎么搞？乡长，连肉都没有。乡长，你买的肉呢？没买到啊！你干什么去了？天太热，再说，屠夫不敢多杀猪，这我又去得晚，猪秧子、猪肝、好肉早卖完了。你，老肖，严总经理正为你们和美国商人洽谈呢。对，这可是上百万美元的大生意。是是。在咱们全地区，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是，可你们，要不然我打电话，让严总经理回县里吃晚饭。不不不，主任，为了我们竹林乡的利益，我一定要总经理吃好吃满意。你放心吧，主任。再说，我和总经理已经说好了，就在这儿吃晚饭。那你看着办吧。好。镇上真的一点肉都没有了？最后一点猪肝、好肉，抢先让肖大毛买去了。肖大毛啊，赶快找他。哎。让他让出来，明天加倍还他。我说乡长，他就是不肯让，我还当场跟他吵了一架呢。什么事都办不成。哎，乡长，赶快去肖大毛家，让他让出点猪肝和肉来。啊，好，快去，把车给我，把车给我，快点回来啊。好。哎，李会计，什么事儿？跟你商量点事儿啊。啊，把你的肝和肉给让出来，我们用用。我的肝？啊，不不不，是让出你的猪肝和肉来，明天还你。不让不让。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大毛。我不让，不让。大毛，乡长，鱼香肉丝。大毛他不肯让，为什么？他说要招待财神。什么事办不成？我，哎，何华啊，咱们的猪有多大了？200多斤吧。200多斤，马上杀啊！哎，是这是杀。赵哥，哎呀，你快点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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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乡长，都5点了，衣服拿来了，来得及吗？没问题，你在这督阵啊，我上楼上啊，给旺发说一下，好，让他多讲个把钟头啊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不关门了？啊，真是，哎，裤子反了，反了。哎呀，你妈一天乱。
巴，嘴皮子利索，多说个把钟头啊，不成问题。乡长，谁？哦，你就讲完了？讲完了，总经理听了特别满意。我说你就不能多讲个把钟头？我已经都讲了个把钟头了，我怕耽误领导吃饭。吃个屁！吃什么吃？猪毛都没刮，怎么吃？乡长，这事儿我确实不知道啊。哎，要不我再给他说一遍去。说，乡长，水开了。水开了也来不及了。笑话笑话，平时你挺能说会道的，你怎么今天？哎，你算坏了我的大事。乡长，哎，乡长，等也来不及了，有鸡有鱼，就这样开算了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严总经理最喜欢吃的溜肝尖怎么能没有呢？净瞎吵吵。哎，有了啊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老花，炒菜吧！哎，真行！王八，真不错！哟，什么喜事儿？这么高兴？我们总算准备好了。总经理最喜欢吃的溜肝尖儿，你看，刚杀的猪，够新鲜的吧？啊，那有什么？哎，总经理不是最喜欢吃溜肝尖儿吗？肖乡长，总经理是爱吃溜肝尖儿，可溜肝尖儿哪儿都吃得到嘛？那您的意思是？肖乡长，我听说。你们这儿过去有一道名菜叫清蒸蜂蛹啊，要是有这道菜，总经理保证高兴。清蒸蜂蛹，好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好。哎，这可往哪儿去弄？乡长。我试试吧，啊，你，对，我就不信我弄不出这个菜。荷花，你们按时开饭。哎，李会计，咱们走。哎哎哎，王爸，能行吗？哎，你就放心吧，要弄不好这个菜啊，你就把我这个爸爸手给撤了。走。哎，给你。哎，好，走吧。哎，好，别着，嗯，来了。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鱼香肉丝，溜肝尖儿。这，志峰，啊，这怎么搞这么多菜啊？竹林香是我抓的试点嘛，没什么准备，就有点你爱吃的溜肝尖、鱼香肉丝儿。你还没忘记我那点小嗜好啊？哪能？走，请。哎，请。不错，很不错，很少吃到这么鲜嫩的。总经理，时间还早呢，你慢慢吃啊。来，吃。来。我敬你一杯啊！来，来，喝。爸爸说，我们那口子上街去了，你们要你们自己弄吧。哎，你们自己弄啊！哎，我还要去喂鸭子。你就走了？来，你来。来，你来，你先来。我不行，我学着点。我没弄过。我是你的副手，是你让我来的。这个时候还签什么虚呀？你去吧。你这什么政治副手？我不行。你来吧。我不行啊。哎呀，没有时间了，推辞什么？哎，好，给我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快点。哎呀，不对。好了。
我说你快点行不行？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喝，好好。哎，望华同志呢？啊，他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来。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好好好。哎，吃这个。啊，你们请。哎，我自己来。曾经理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好。来啊，就那个。哎呀，你别催呀，谁叫你的？哎，哎，轻点，轻。你说的轻点，你怎么不来？哎，轻点。哎，手别抖啊。轻点，别抖啊你！你这吵吵什么呀？我知道，轻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拿着。别，会计，你怎么了？这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快去风油，快去风油！你坚持一会儿啊，玩就完了。我坚持，哎呀。这路啊，哎呀，再等一等就好。别管我，我能坚持。快去风油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我快跑呀！哎呀呀，快跑呀！哎呀呀呀，别动了呀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快把长鞭放下，把长鞭放下，长鞭放下，快点儿啊！快，把帽子给你，帽，快，给你帽子！哎呀呀，别跑回来！哎呀，救救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！来人！会计，快跑！别管我！快跑！这有我的，你快跑！哎呦！这就是清蒸风涌。对对对对，啊，请请请请，好好好，请请请请请，好的，嗯，请请请请，好，怎么样？嗯，妙，妙啊，真不愧是宫廷名菜。好好好。请请请，嗯，我到过不少国家，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的菜啊！总经理，你要是把外甥请来，我们同样请他吃清蒸风涌，怎么样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小乡长啊，你放心啊，外甥那儿由我来说，不说成交100万美元，50万没问题。那是有保障的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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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请您请吃啊！嗯，不错，真不错啊！来来来来，主任，屋里坐会儿。好好好。哎，老兄啊，严总经理对你们很满意啊。黄主任，今天的事儿可是太玄乎了，岂止玄乎，简直是窝囊。哟，旺发。让你受苦了，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啊！我说王发啊，你是怎么知道清蒸风涌的做法的呀？我姑父跟军阀做过饭，我跟他学的。我乡长啊，主任，我今天第一天上任，以后还要人活吧？对。咱们以后是得想个办法。对对对，乡长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哎呀，不是让你休息的吗？哎呀，哪儿休息得了啊？你说说，你好点了吧？啊，好点了。乡长，刚才县里又来电话，明天有两个参观团，一个是计划生育参观团，一个是森林防火参观团。一共是，38人，县里要求有专人陪。哎呦，这样，计划生育让妇女主任去陪，
森林防火让武装部长去配。嗯，这又得开四桌，照这样吃下去，我们竹编工艺社那点家底儿非吃垮了不可。那可不是嘛。光今天的伙食费加送礼就是1342块，收的伙食费每人才8毛，一共是28.8块。你看，这连零头也不够啊！你看这，是啊。好在，不是天天都如此。哎，有得有失嘛。如果能成交一笔大生意，那咱们还是能够赚回来的。嗯，哎，王发，你还是说说你的新招吧。嗯，首先这招待标准要有区别，要不然显不出轻重主次，反而浪费了。说穿了，要看对咱们有利还是无利。对，那家里来客，那也得分个3、6、9等嘛。乡长，对来个客人，领导心里要有数。你们只管迎接来客，背后啊，像打排球一样做个手势啊，瞧着，啊，要是上等客人，你就伸拇指啊，这就是上等接待，看见没有啊？哦，把手放到背后去。你好，哦，啊，要是一般的大路货，你就伸食指，要伸小指，就是打秋风的狗屁不是，随便弄你个菜把他们打发了，啊，上等，嗯，对，中等，没错，下等，对，对不对？就这个意思，乡长，我刚才都想过了，要干咱们就干好，动真格的，我，啊，根据啊县府指示。经乡干部会研究，乡发同志啊，担任我们乡食堂管理员，还在妇女主任的后头，啊，算是第八把手。今后啊，所有的接待工作，都由乡发同志全权负责了。下面大家欢迎。我。
对对了。哎呦，放下！中午参观团的饭菜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喝着水吧。给。哎，再加个扣肉。已经有粉蒸肉、回锅肉了。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坐大客车来的参观团，都是些普通干部，他们肚子里油水少，工资又不高，讲究实惠，能吃饱就行。所以招待他们就得大鱼大肉。吃一顿管两天，多少天也忘不了我们乡啊！好，再加一个扣肉。看你！哎，肖乡长，怎么不认识了？你是？我姓张，县报记者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肖乡长，这回我和地区报记者说好了，保证给你们发个专版，专版，头条专版。谢谢肖乡长，走走走，里边请。说话里边走，从不是空的，说一不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，荷花来了个大秋风的，就给他烧个豆腐，再加个白菜。哎，这小子干什么的？啊，县上来的记者，有一阵没来了。记者可得罪不起啊。花哥，发票。这些人见官高三分，笔下能生花，也能栽刺儿。乡长是不是把指头伸错了？不会的，你不知道，这小子是个抱窝的鸡，光叫不下蛋。头一回来，肖乡长把他当上宾招待，临走还给他送了一大包土特产。给。结果呀，他只在地区报上发了几行字儿。你想，肖乡长多精明的人呢，他真要能吹，会那么待他？啊。花花手，让你接待客人。哎，后边还有一辆。马司令，啊，这是马振武司令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现在不是司令了，当顾问喽。请首长里边休息。好，请啊，请。好香啊，乡长同志啊，话说清楚，我可不在你那儿吃饭啊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首长大老远的来的，哪能不吃饭呢？饭当然要吃了，不过我到老乡家吃去。哎，马司令，不用再说了，还是老规矩，吃派饭。这怎么去？哎，荷花，哎，这来的是个什么首长啊？北京来的大司令。那接待规格呢？首长不吃招待饭，要吃派饭。哎呀，一般老乡家临时有什么准备啊？我跟乡长研究了，找户人家。咱们做好了，给他送过去。哎，你看田志华家怎么样？行，他三个儿子都是工人，房子宽敞，也挺干净的。这司令起码是个军级干部。哎，对，咱们得按上等菜准备才行啊。啊，行行行，荷花，这肉啊一定要瘦，味道尽量往北方靠啊。哎，福生啊，你做个水煮白菜，用紫鸡汤熬，这菜他最拿手。哎，做好了给田志华家送去啊。好，我正好露一手啊，要快啊。哎，好，座谈会要完了，赶快送到老田家。走吧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哦。啊，以后再见，以后再见啊。再见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吃鸡吃鸡。你们能到我们这儿来参观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感激不尽呐。啊，送去了。哎，送去了，看看吧。回来了。哎，怎么又端回来了？马司令啊，到田志华家一看，说什么呀也不进门，说是有埋伏，
自己啊另找了一家，孙老五家。哎，这孙老五家又脏又臭的，这怎么行啊？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当时啊我真想劝他，可是啊他给我还发脾气。回来的路上，我看警卫员给他买酒，不知搞什么名堂。这马司令真怪。大小八件，一共是985元，真不少。光这张八骏图就400元。哎，行啊，为了让咱们乡早日用上电，是得牺牲点吧。哎，孙师傅，你先别忙着编行不行啊？等会儿再编啊。不编就不编，等着编给局长看。我说八把手，咱可是计件工资一上午就这么泡着。哎，大伙儿千万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，局长马上就来啊，马上就来。来了。干起来，大伙高兴点，高兴点，高兴点啊！哎，对，快干起来啊！停停停停停停停！怎么了？还没来呢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来了来了，快干起来，干起来！这回真的来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什么玩意儿？要命，真是！哎，哦，来了，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哎。在这儿，真是，停停停停停停！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诚心耍我们，老子不干了，不干了！我也不干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净抽风，神经病！哎，你到哪儿去啊？上厕所。啊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警卫真的来了，已经进大门了。大伙儿快干起来，快点！到了到了，请请请请请。来了，王芳，电影局长啊，局长你好你好你好，王芳，来，请请请请请请请。老刘啊，给局长介绍一下，请看，这是中国摆地图。哦。正面50个皇帝，背面50个皇帝，都是用竹丝编的，远销日本、香港。值8000元人民币。这八骏图就送给局长了。好，请局长多提宝贵意见吧。给你们做个广告啊！哎，下来小心点啊！哦，师傅，这班手就用去吧。行。啊，好。你们想搞得蛮好的啊！哎，几位师傅，哎，今天你们局长啊，到这儿来检查工作，我们啊给你们准备点便饭，请你们一块儿去吃。哎呀，好，怎么样？收工。啊，走。我们这里是就缺电。哎，提过来，不来。这个花的，花的，花的。全靠这个。大家洗手吃饭啊！好。来来来来，哎，我们今天占局长的光了，不是了，大家坐坐坐，上菜，可千万别客气哦。脆皮鱼哦，好，甜椒肉丝啊，肖乡长啊，我们局长血压高，就喜欢吃清淡菜。局长亲自关心我们乡的电力供应，还不该好好感谢感谢？这就是，别客气啊，多吃点啊。来，哎，多大了？18。嗯，好年龄。嗯，姓什么？姓陈。陈，啊，嗯，是不是这个尔东陈呢？嗯。啊，啊，好好，哎，这个姓好啊，小陈儿，小陈儿，快给局长倒酒啊！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陪局长喝一杯，来，坐下啊。嗯，哎，我女儿比你还大2岁。啊，小陈儿，局长这么喜欢你，是把你当干女儿了？哎，赶快敬局长一杯啊！局长，
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干。喝喝喝。我走了。局长，乡下姑娘没见过世面，害羞。小池的姑娘比我那女儿朴实多了。哦，那咱们为局长的千金干杯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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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。嘿，老不正经，别哭别哭了。嗨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握个手算什么，别哭了啊。他握着不放，以后捏着捏还捏你的。哎，小陈别哭了。哎，有些领导他就有这么点业余爱好，我姑娘守的时间是长了些，以后见多就不怪了啊。快别哭了啊。哎，我说姑娘们，你们可也得有点思想准备啊。我的妈呀，他要敢捏我呀，我就顺势倒他怀里压死他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天太热，电扇呢又用不上，请大家原谅啊。来来来，吃着喝着，吃着喝着，小周到。哎，啊，看来这电的问题是得要尽快解决啊。太好了，局长，来来来，大家别客气啊。哎，你们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自己来，自己来。欢迎下次再来啊！局长，哎，再见了啊！再见，再见，让你费心了。再见，再见，局长。你们的电的问题要尽快解决啊！放心，太感谢了，感谢，感谢。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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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啊，再见再见，好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好好，局长，再见局长，局长局长，上车，好，再见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再见了，我去车，我去车，我骑自行车来，好好，再见再见局长，再见再见再见，他是谁啊？哎，他是不是你们一块的？他不是你们一块的，不是，他是过路的，过路的，这小子。白吃一顿。乡长，妈妈，黄主任来电话，说李老离休要回县里看看，明儿上午到我们乡。是省里的李勇啊，李老是咱们县级别最高、资历最老的。啊，县里来几个人陪？啊，黄主任、县长、公安局长都来，秘书、警卫、司机，七八个人吧。啊，吃几餐？只吃午饭，下午就走。王发，你行啊，没问题。李会计，黄主任还有什么指示？有，说李老是全国钓鱼协会的理事，最喜欢钓鱼。黄主任让我们安排一下，哎，要保证李老钓到鱼，钓好鱼，钓大鱼。这鱼怎么能听调遣呢？哎，不好办呢。是啊，这就难办了。不过再难办也得办好。哎，啊啊好。哎，钓什么鱼嘛，想吃鱼打一网就行了，怪麻烦的。哎，你看人家电视里那些年轻人过得多自在，想去野游就去野游，哪像你呀。哎，什么野游啊，那叫旅游。哦，旅游。等咱们条件好了，我也带你到沈阳、深圳、北京去转转啊。算了吧，连条裙子都舍不得买。哼，你那尺码哪儿买？哎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什么了？啊，啥玩意儿？这玩意儿洋气。啊，来，来，喷喷。哎，别动。你看，多水灵啊！哎，别动。有人来了。这些天大家都在说咱们乡食堂变样了，夸你这个八把手呢。我那是赶鸭子上架，硬逼出来的。你还是蛮有一套的。我那套竟是邪门歪道。去年咱们竹编工艺社刚上马的时候，我跑材料，请技师，联系买主，靠我那辆自行车跑遍了周围四五个县，有时候三四天都不能合眼，可越干越有劲儿。
那才叫真的一套呢。哎，没想到这生意越做越大，怪事就越多，产品倒是卖远了，可离正道也越远了。哎，这倒也是啊，现在不搞点邪门歪道，就办不成正经事儿。哎，没完没了的参观取经，成年累月的吃吃吃，要成交一笔生意啊，这额外的条件真让人受不了。我有时候真想关门不干了，可又一想啊，我们这儿的乡亲们又确实从中得到不少好处。哎，孟发哥，为啥好端端的事儿总搞得不顺心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该好好整顿整顿啊。哎，谁？哎，那不是胖妹和福生吗？出来吧，别躲了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出来，出来吧。你们俩可真会找地方啊！你们俩也没休息啊？上哪儿去？亲亲热热上哪儿去？哎呀，死丫头，我们是去办正经事儿，去找肖老六问钓鱼的事儿呢。嗯，走。我陪你们去吧。不用了，别耽误你们正事。孟、哎、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回来。你凑什么热闹啊？傻妹儿。老白，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乡长，我那鱼塘的鱼能养到今天这么大，好不容易哟、哦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？钓多少鱼给你多少钱不是？要不这样，比市场价格高一倍怎么样啊？老头子，说呀。乡长啊，你批点平价化肥给我，那钱就算了。哎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批给你们半吨。乡长，吃花生，吃花生，吃吃吃啊！我自己来。哎，昨天晚上办鱼食就办了一宿。是，光香油就放了两斤，真香，我都想吃。哎，肖老六的办法不知道行不行？准行。你等着瞧吧。冒泡了！哎哎，怎么样啊？李乐，慢点。小黄啊，我还没那么老吧？啊，欢迎欢迎欢迎！李乐，这是竹林乡的乡长萧义田同志啊，我从报上已经看到你的先进事迹了，我很高兴啊。哎，马振武老兄怎么没来？把他叫来。马司令啊，他没来呀、啊。哦，来了，昨天晚饭后出发的，因为不吃晚饭，我没给他们打电话。啊，那就算了，这老兄的脾气我知道，准是又敲开哪家的门，先住下了。咱不等他了，李会计，赶快派人去找找去。李老，您看你是先吃早饭呢，还是先钓鱼呀、啊？钓鱼？哎，黄主任，说吧。李老，农民出早工，要9:00才吃早饭，座谈会也得10:00以后开，因此先安排您钓鱼。早上好钓鱼，钓完了鱼吃早饭。听汇报，竹林乡的鱼塘全县有名。是啊。李老，还是去钓鱼吧啊！既然他们安排了，那就去。好。俗话说，客随主便，钓鱼。走，走吧。哎，看我钓鱼请客。老头子，他们开始钓鱼了。求水神爷保佑，让那老头钓不着。要钓也钓个小的。哎，我说，我们钓着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钓着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我们乡的把把手，为了钓鱼，
他一夜没合眼。哎，抽烟。哎，这鱼食就是我办的，香得很，保证能钓的大个儿。这鱼塘到底有鱼没有？有啊，竟是大的，都半个小时了，怎么一条没钓到？老肖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鱼。是啊，这鱼。钓着了，钓个屁呀、啊！快一个钟头了，怎么搞的嘛？你说，这我也说不清楚。你不是说能把鱼给引来吗？是引来了不少，不一直在冒泡吗？那为什么不咬钩呢？这鱼不咬钩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又不能替它咬钩去。你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王发，不管怎么着，你得想法子咬钩啊。不是我不咬钩，是鱼不咬钩。你让我想什么法子吗？再想想办法嘛。我们家的鱼好争气，这就是不上钩。对呀，这鱼不咬钩，真是。这个搜法子你向谁学来的？肖老六啊。这我六叔啊。啊。哎，你找谁不行啊？他老年痴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。县长、县办主任都来了，我可告诉你，李老钓不到鱼，你要负政治责任。全村就他一个人会钓鱼，我不问他，我问你不成？你说你这乡长，嗯，乡长，乡长，马司令找到了，在哪儿？昨晚在申长根家住的，早饭也那儿吃了。申长根？啊，哎呀，这个马司令也是，怎么专找贫困户啊？哎，鱼也不咬钩，啊，不咬钩，不咬钩。嗯，哎，啊，怎么了，王八？有办法，乡长，这乡长你李会计啊，你水性好，我看咱们这样吧。你呀、啊，抱条大鱼，潜在鱼池中，把李老挂在鱼钩上。把李老挂在鱼钩上？哎呀，错了，啊，把鱼呀、啊、挂在李老的钩上。就这么办吧，快去！乡长，这不是玩命吗？这不行。他不行，你行，你来试试。我更不行。哎，乡长，就是嘛。乡长，我不行，我没那么长的气。我也不会潜水。哎呀，来嘛来嘛来嘛，乡长，来试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成功了，我发给你三倍的奖金。来，咱们试一遍。准备，现在开始。我只能试试。对。对对对对对，行，行啊行，就这意思。对，就这样。坚持，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，坚持，坚持。对，对，对对。哎，李会计，多大时间？嗯，才一分钟多一点，不行啊。乡长，都怪我胸部不发达，肺活量太小，真没出息。李会计，我看着表，咱们再来一次。不。我去找我师父。谁？啊，阿福，福生。哎，对对，福生，他是全乡游泳第一。哎，对，得过第一的。
赶快把他叫来，快去！哎，去去去，快点啊！夫人，活动活动。过来点。好。啊，福生，福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福生，来，歇会儿，不要紧，你轻点。福生，福生，你醒醒。福生，福生，你可要挺住啊！福生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呐，要挺住啊！你要出了事儿，咱们的事儿可就漏了啊！我知道，为了胖妹，我现在。不能死，走，我送你上医院。来，我背你。王发哥，你怎么了？他太累，虚脱了。快掐人中！王发哥，你要顶住啊！连长，你听少让发烧，我陪王发哥找医生。好，快！背。小心！连长，这鱼有点严重，先放到珠海，然后是把鱼养好。待会儿李老吃了饭，带等等。小肖啊，这乡里有学校没有啊？有啊，把这鱼送给老师们打打牙祭吧。不不不，这怎么行啊？这鱼是乡里的，我们是渔翁之意不在鱼嘛。啊，啊，这儿的资源很丰富嘛。这竹子有好几十种的啊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没事儿。哦，王芳。啊，乡长，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李老提出啊，吃四菜一汤啊。什么？四菜一汤？四菜一汤？哎，真是这几年头一回听说领导主动提出吃四菜一汤的。哎，这样的领导，行。咱们合计一下，你呀和福生要拿出看家本事，
虽说只有四个菜，咱们也让领导非常满意，是吧？你们说呢？怎么了？旺发哥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旺发呀，啊，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。怎么不就是四菜一汤吗？哎呀，何必捏着鼻子红嘴？旺发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就是。怎么，那不是四菜一汤啊？是，又不是。是。哎，你怎么不明白呀？首长说是吃四菜一汤，那我们就真的端上去四个菜呀、啊。那怎么着？难办就难办在这儿，既要让李老吃好，吃高兴，对，又不犯他的规矩。哦，原来这样。把把手。哎，啊，嗯，马司令今儿中午的饭怎么办？还是吃派饭？这。哎，乡长，咱们这次来个后发制人。他选定哪家，咱们就把菜做好，给他送去。对对对，这办法好，我去盯他。嗯，好吧，啊，去吧。旺发，这是一百个鸡蛋。啊，好，大娘，您先回去吧，我给您记上账啊。哎，谢谢了啊。给，旺发，啊，你想想办法吧。玉田。你是乡长，我是百姓，平时各路客人来村里吃喝，都是你怎么定标准，我怎么做。可今天这事儿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？说吧。人家要吃四菜一汤，你都不敢做，你这也太过分了，你这。大哥，哎。啊，好，好，我说完了，我保留意见，组织服从，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行吗？王发，我也。哎，王发哥，乡长也有他的难处。这是县里领导让这么做的，还是想想办法吧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。照我说呀，这当官的多吃点喝点是他们的福分，只要吃了喝了给老百姓办好事，就算好官。就怕吃了喝了还坑人，不干好事，那才缺德冒烟呢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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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了。王发，眼下风气如此，你我又有什么办法了？想办法应付中午这顿饭吧，啊！好了，乡长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好，我们来想办法。嗯，好，这儿就托付给你们了啊。嗯，好。好。好。哎，旺发哥，还是想想办法吧。平时都是愁菜少，客人不满意，今儿头一回愁菜太多呀。啤酒来了，请请请请，咱们吃点便饭啊！哎，李老请，咱们今天不喝白酒，喝点啤酒。来，我转了几家，有些还是很不错的。猪耳东几拉西呢？我还准备召开听众谈会。猪耳东几拉西病是由猪传染性肠胃炎、冠状病毒中引起的几种高度病毒传染病，主要可分为严重腹泻和呕吐。二。猪腹大肠杆菌病的防治，关于那些贫困户的问题，如何治疗猪喘息病，还是应该尽快解决。是农业科学家鼠粮的方法。快躲起来！你们街道搞得不错啊，哎，还好一点，还有多远？没多远。好，我去买瓶酒。哎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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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酒来早是难免花，难免水难免。包子，包子。难嫂子，难变化，难不今天的好。慢慢买啊。爸爸，你这是干啥呢？你这是啊？三苏大曲多少钱？62分。认错了怎么办呢？蒙上，快蒙上，快点！哎，是我的车！爸，你这是干啥呢？
出小客人家吃罢了。小客人家在那边，走那边进，走那边。好，好，你带路吧。六来，孟发，怎么了？你先别吵，小声点。不提供提付。哈哈哈！啊，放好，放好。有了。来喽！请请。这也叫四菜一汤。李老钱，四菜一汤，四菜一汤。按您的意思，就这点菜了。李老，请。这汤盆都可以当作洗脸盆来使了嘛。啊，小肖，这也叫做四菜一汤，这实际上是四四十六个菜外加一个鸡鸭汤嘛。啊，李老，这些菜都是自产的东西，您多年没回来了，就尝尝家乡的土产吧。啊，您说呢？啊，李老，盛情难却，我看这样只摆四个盘子内容丰富了些，总比摆上一大桌十六个盘子好多了。您看，是是是是是，好吧，就算是四菜一汤吧。看起来你们不但很会工作，而且也会对付上边来的人呐。李老，请坐，李老，请坐。哎，我说，下次对付马司令可不能像这次这样啊！谁在唱歌？又是黄主任的老一套。走，看看去。走。别呀，别客气，快呀，快吃喝，酒足饭饱，乐呀乐呵呵，大家乐呀乐呵呵哟，哎。莫道天涯海角远，那个来的都是客，快喝！唱的，好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大家干一杯！我说小黄啊，唱的蛮不错的啊，唱的不好，瞎唱。哎，唱的还是蛮不错嘛，只是感到少点。是，今天的味道差点。主要喝的是啊啤酒，要是喝五粮液啊，黄主任呐、啊、准保把大伙儿给唱哭了。哎呦，我发，这些日子多亏你了，接待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圆满。哎，今天县长专门提到了你，你为咱们竹林乡立了大功了。还立功呢，我进闯祸这个。我代表乡党委感谢你。这可不敢当啊，这。你对工作忠心耿耿，尽心尽力。我原来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干呢、啊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孟芳，先前怎么没发现你入党呢？入党？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我一年到头的穷忙，哪儿去找时间考虑入党啊？条件不够可以创造嘛。你要是愿意就写份申请书，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我条件真的不够。你就别谦虚了，就凭你现在当把把手的表现，我看就够条件。乡长，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想说句心里话。党章我不是没学过，党员的标准我也不是不明白。你说现在咱们做的是哪桩哪件是个党员应该做的？欢迎大家啊！这个，我代表
欢迎大家啊！我们马上啊给大家做出安排。下边啊，咱们那个园里休息一下，马上啊就参观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停下，过来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听我说。今天中午的几桌都是甲级标准，都是外省来的大客户，我们的财神爷，大家各方面都得注意点啊，准备吧啊。来，好的，我们定一下菜谱，我们请这个去。走，注意一下卫生啊。哎。来，给你。这海参、鱿鱼都有了，现在就是没有甲鱼。啊，停停停，行了行了，马枪啊，开上了。啊，黄主任，马枪，县委紧急通知，省委郭副书记马上就到。啊啊，你们抓紧时间准备。好，王发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县长，急事急事。县办黄主任来通知，省委郭副书记要来吃午饭，你材料够不够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我算一算啊，算他们来十个人，一大桌够了，不，两桌。你看，地区的、县里的，加上民警保卫，起码得两桌。是像李老那样上四菜一汤呢，还是敞开上啊？你怎么糊涂了呢？事先打招呼的领导一般不嫌菜多。哦，哎，可李老也是事先打招呼啊。倒也是。这样吧，菜呀，你尽量多搞些。上菜的方式嘛，反正大盘小盘的你都准备好，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好，我走了。好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郭副书记是北方人，菜的口味嘛，尽量往北方靠。哦，对了，这主食嘛，不要做米饭，蒸精粉馒头，再熬点绿豆稀饭。对对对对对，快去办吧啊。是屡立奇功啊，今天又要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边竹林不错啊，你家在那边吧？对对对。哦，那还有那么大一片呢。好，晒几遍。哎，大家回来了，辛苦了啊，晒几遍。来，再这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，这个。王芳，郭副书记的菜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人一到齐马上就炒。啊，你看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够丰富的啊，还行吧。准备好，把把手。李会计，哎，这回该怎么感谢我？我有最新情报。什么情报？我拐弯抹角的问马司令今儿中午在哪吃拜拜，他们可告诉我。后来开会的许大爷告诉我中午在他那儿吃。哎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，有变化也不怕，我有自行车。对对对对对，多带点去，还有李老呢。哎，放心吧，乡长，这足够一桌呢。哦啊，哎呦，荷花，这儿你张罗点，我就回来啊。哎，胖妹，咱们走。哎，送菜啊。哎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你快走，走走走走。哎，李会计，来来来来来，今天我抽不开身，三个外省代表团呢，你去陪一下。哎，乡长，你饶了我。上次你让我陪人吃饭，我拉了三年肚子，躺了三天，你看我这瘦的。去做个样子。都是大买主财神爷。哎呀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看我现在还在吃药呢，歇一会儿还在吃呢。你看，你看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我说你又怎么了？你是他，不是我。我说你少吃点不行吗？你真是，走，把车存着，走着去，还来得及。走啊！啊，徐大爷，今天的收入挺不错的吧？是，走那边。哎，走，首长，你看，前面那个小庄就是我的家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咱们一块看看去。啊，走。哎，龙磊了！哎，好好好，干一杯，干一杯啊！哎。不要客气啊！
这样吧，请黄主任陪大家喝个尽兴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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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这钻。好。快。快。哎呀妈，我过来了。我说旁边就在这待着。千万别动，马上就出来啊！谁呀？王八呀！你们这是？大娘，今天中午干部在你家吃饭吗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我耳背听不清。别吵，别吵。大娘，我说王八呀！你把这些菜，你说什么？别喊呐！你把这些菜给干部们送进去，行吗？哎呀，王八呀、啊！你知道我耳背，我听不清楚。你说这饭菜怎么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喊，你听小声点。你把这些饭菜给干部们送进去。哎呀，我还是听不清楚，我找老头子去。哎呀，回来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把这些饭菜装在篮子里，给他们吃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给他们都吃了，别说是我送的啊。哦，不让他们知道是吧？对对对，行。快去吧。哎，好，千万别说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说忘发呀，你说这。快去吧。怎么样，老李头，我的话不错吧？啊，徐大爷，谢谢你啊。好。要不是马司令说，我还不相信呢。所以啊，我搞调查，第一不要当地干部陪同，第二呢，参加人员我自己挑。不过我的收获也很大呀，那天从县里到乡里，他们串通一气，五六个人对付我们两个，幸好我的秘书反应快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了解的情况十分生动啊。我的马司令，你知道什么叫四菜一汤吗？你知道什么酒可以当饮料吗？啊？我的秘书都记录下来了，很丰富啊。民兵连长很耿直，讲了许多接待李老的内情，简直可以写一篇小说了。是啊，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啊，简直把我们党风都搞坏了。这也难为我们下面的同志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来喝一杯啊！你要一视同仁啊！感情深是一口闷了啊！哎呀，这老一会计是很有酒，海量海量啊！是不是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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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老一会计做朋友搭把手啊，炖的鸡都凉了，要不要再热一下？国副书记来了没有？没来你催啥？你再热不都烂了吗？哎呀，这都有味儿了，再不炒鲜味都没了，可别怪我的手艺不好啊。都一点半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福生，别睡了，起来打苍蝇。爸，你干什么呀？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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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
白吃火锅。乡长，这再不炒菜，肉都快有味儿了啊！啥？有味儿了啊！乡长，您看，哎，八把手，你的意见呢？照我说呀，这都两点过了，咱们先炒菜，也许首长就到了，就是再晚点到，这大热天也不会凉。乡长，行吗？好，先炒菜。火大点儿，小兰，盘子拿来。来了。嗯，荷花姐给我来碗醋吧。哎，醋。给，妈的！哎呀，怎么醉成这样啊？那些老陕真能喝，我受不了，我要休息。回来上哪儿？三省代表团还没有吃完呢。还没吃完。李会计，你醋也喝了，就没事了，再去坚持一下啊！不行。我本来就不舒服，现在还吃香片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想想看，广东就订了我们20万元的周边产品，陕西、上海都是上10万元的订货，得罪不得。快去，再去坚持一下。还让他们惯我，我非牺牲在那儿不可。你说你，怎么不为乡里分忧，为我分点担子？今天什么情况你知道不？行了，今天别说了，去，核出毛病来，按工伤处理，核死了算烈士。你说的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开追悼会的时候你得听我。等等，我在书上看到一种好办法，我来教你腾位。腾位。瞧着，这生姜、干辣子。这古时候就用这种方法，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，把胃腾空了。腾空了。再接着喝。再接着喝。灵吗？准灵。好，走。再来一下。好了，走进去。怎么样？没事，好多了。好，就是去吧，腿软。当心点啊。你客气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喝的人啊！好了，干杯下风，能喝能喝，哎，能喝能喝，哎，不，能喝能喝。你打我？打苍蝇？打什么？哎，哥们儿，你别，你哪跑啊你？来，啊，好，红发啊，先给两位司机同志弄点东西，垫垫肚子吧。现在就吃啊，待会儿这么多好吃的不可惜了，还是等个首长一块吃吧啊。傻等什么呀？我看首长早在路上吃过了。你那么肯定啊？喂，我们常在外面跑，这还不清楚啊？对，像国副书记这么大的官，走哪还能没吃的？平治的那些人老想拍马屁，还找不着机会，这回碰上了，谁不千方百计挽留，喝出命去招待？有道理，我看他说的有理。乡长，别等了，你们先吃吧。为了等省里领导，把县里领导饿着了也不好啊。那万一这么着，我把好菜留一半，万一首长来了没吃饭，也可以对付啊。那好，叫县长他们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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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还不是行了，打了卖杠子抬回去。真没出息，不行了，真没出息。你还能喝，我给灌醉了。我没事儿，我要找县长去。哎，下去！大兄去了，大兄别叫我。小王，我要喝了啊！找郭省长，我还跟他喝一杯。把他送去休息一下。好，我没醉，休息一下，休息。我哎，我还人来了。哎，喝！主任，我没醉。我黄主任，我还要陪郭省长。我们先走了。喝。胖妹儿，你还有精神做减肥操啊？越饿做减肥操越有效果。去你的！像每天这样饿我，我非上吊不可。这泡菜给我吃点嘛。怎么？你们还没吃啊？要等首长吃了，我们才能吃。你看你们饿的，净吃泡菜，我撑得想往外吐。好吃吗？我说大会计，你别吃饱了老说吃字好不好？我现在讨厌听吃字。对不起，我以后绝不说那个吃。不说那个字儿。爸爸手啊，省农科院的专家们刚从水田里灭虫回来，还没吃饭呢。省农科院的，都快三点了。首长说不定在哪儿吃过饭。我坐一回桌，你们谁要是饿了，跟他们凑成一桌，马上开饭。走了那么多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接待的最周到了。嗯，确实不错啊。就是嘛，是不错。你们呀，是沾了领导光。吃，快吃，行。胖妹，吃。郭副书记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书记，没关系，校长辛苦。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了。你好。哎呀。你们这条路啊，我们可是第一次走，司机同志犯了个路线错误，绕了一大圈啊。郭副书记请。啊，行了，请请请请请请请太爷，饿坏了，给我们弄点饭吃吧。啊，老肖啊，快去弄饭啊，弄得快，好，去吧。宝芳，快快快，上菜上菜。首长，还没吃饭啊？嗨，是司机跑错了路，才到的这么晚。完了，这怎么办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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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芳呀，幸亏你考虑的周到，留了一份菜，要让我们全吃光了，那可就糟了。来，先抽一只吧。嗯嗯嗯。好，那你们准备吧，准备吧啊！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上菜啊？剩下的菜让农科院的全吃了。什么？吃掉了？留的菜全都吃掉了。你简直吃豹子胆了，你谁给你的权利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简直在开政治玩笑。吵什么？赶快开饭，首长等着吃饭。是个屁啊，他自作主张把剩下的菜全让人吃掉了。什么？你这是怎么搞的吗？咱们明明不是说好要留一桌菜的吗？你这是哪股神经犯？我真没用。好了，你现在就是把他杀了也没用。你这儿还有肉吗？加上马司令那一桌，全用光了。嗯，有了，李会计，啊，快去看看，送给马司令的菜吃掉了没有啊？快去。啊，哦。哎，李会计，李会计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块吃一块吃啊！来，送来这么多东西，不吃就浪费了嘛啊！对，吃吧吃吧。哎，全吃了。
八把手，还剩点什么？稀饭、馒头、花生米、松花皮蛋，再炒两个素菜。好了好了，只有这样，晚上再补上。今天的事儿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快呀快止渴，哎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啊，我们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好，您请。哎，请吧，请。这菜上齐了吗？啊，上齐了，上齐了。哦，好，请吧。那就不客气了啊！哎，对，吃吃吃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啊，吃。首长问还有没有菜。省委领导头次到咱们乡，你就这样招待他，你想过没有这会是什么后果？首长，请。谢谢。请。谢谢。首长，这菜简单了点。哎，这样很好嘛。你看菜还没吃完呢，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但营养还是蛮丰富的，而且对特别可口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。首长过奖了。不，一点不过奖。老郭平时一餐只吃一个半馒头，这次最高兴，吃了三个馒头啊！啊！说真的，我们刚才等了那么久啊，还以为你们要上好多菜呢，结果不错。很好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们这次下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检查一下吃和风刹住了没有。走吧。啊，谢了，请。我们这次走了很多地方，就你们这儿最廉洁。医生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休克了，是他们领队打电话叫救护车来的。郭副书记，请上楼休息吧。听到没有？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说话呀！赶快想办法挣菜！有菜没有？有没有一条？不把我杀了吗？华哥，我跟你拼！你别让华哥杀了我！那我去当菜去！你别啊！华哥，给我！我把饭菜拿给农科院的同志吃了，这哪点错了？小雨田，我告诉你，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，可你太逼人了。自从我当了这第八把手以来，我哪天闲着了？天天迎来送往，谁也不敢得罪，变着法的讨客人喜欢，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人家想吃猪肝，我们就得到活猪肚里掏肝子；想吃蜂蛹，我们又得去捅蜂窝。
我和李会计差点没把眼睛折瞎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拉什么拉？我说错了。别说了，别拉。乡亲们辛辛苦苦没日没夜，一根丝儿一根丝儿用心血，半年才织出来的白地图，价值8000多元，让你一句话就白送了，你心疼不？你跟我吵什么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不这么干，能行吗？咱们不是常说吗？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，报纸上也常讲，要搞廉政建设，反对大吃大喝，反对坑害老百姓，难道就不算数了吗？啊！乡里中心小学的教室都快塌了，可孩子们还在里边读书，家长们每天担惊受怕，就需要2000块钱，对吧？可咱们就舍不得批呀。现在一个月的招待费就是20000，你知道不？这还要人活吗？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说你让我上哪儿弄菜去？你去问他去吧，把我清成活人，看他敢吃不？他没吃饭，我一样也没吃饭了吗？我就不相信你一个乡长看着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就那么心安理得。我就不相信那省委郭副书记吃了你这顿家常便饭他会撤你的职吗？相反，郭副书记，这事儿都怪我，没有他们的任何责任。给您留的那桌好菜啊，是我让别人吃的，你看着办吧。郭省长，郭省长，郭省长，您来呀、啊！我给您准备了250块钱一桌的。这不是郭省长，这是郭副书记。那行行行，我知道，250块钱一桌的。莫打天涯海角远，哪个来？事情我们都清楚了，而你这个乡长还有你这个县长，虽说工作有苦衷也有困难，但是如此大吃大喝造成浪费是党纪所不允许的，这也是犯罪。如此下去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够兴旺发达起来呢？这股歪风一定要杀！